后面跟那个师傅去学一天的手艺，装模。去做耍。还是做耍，去装模那种学手艺。他以后他来不及装，我就帮他装，什么开空姐的啊。好。第一步，先从这个搬货开始学。这个车他原来让我在黄桃的时候让我开这个车去拉，不敢开，这个方向盘很难搬的。我没敢。没敢。那我咋个了？我咱俩在那逛了，没逛开。这个门都是装好的，我咋没把手啊？我现在学就是把这个门装起来，这个要技术的。这风景可以啊，你看，西黄山就是我们之前看猕猴桃那里。这里就是火车站，我们镇上的火车站。这里晚上住的也很吵，这风景可以，视野比较开阔。这房间里面晒了这么多花生，客厅里面晒的有，都晒干了。应该是修这个。他说修这个，没是聊这个，是修这个啊。那小子的就好吃点，快点啊。三局十二，这晚上火停不停的，火车不停的跑，吵死了。这个看起来也很简单的。不是在外打那么表吗？打那么多？用的剪那个贴方吗？啊。扎死骨折，也那是抓脏去了，抓脏去，再磕脏的去。嗯，骨折。我那是磕哪了？磕哪什么？哦，那咱们打扁火，锅边要扁。嗯。这烧不死了。嗯。咱还得加快一下。骨折，你等那一脚就卡了。没紧，咱还得加快一下，加快路子，咱顶。真个没掉在地上。咱是表哥吗？咱上的这个路，咱上的这个路是哪去的？你的哥哥方胜安。我方胜安。你的，俺哥方胜安没面拉的俺。好，哪去地方的？进哈。可以，装了两扇门，你看我衣服都搞湿了。哎，这个活看起来简单哦，实际上我感觉还是挺麻烦的，主要是调这个门比较麻烦，高了调一点，有的这个缝隙不齐又要调一点。两层楼的这个灶门啊，装好了。还是看这个师傅装起来挺快的，我装起来真的慢，装一个门大概要十几二十分钟，他就一分钟都搞定了，哗哗哗哗哗。要调这个缝隙啊，这个比较难调一点，还有这个高度，螺丝打不紧的话，这个门要往下掉就不平。这个估计要跟着这个师傅学个两三天就可以了。东西没亮着嘞，把这火挂上啊。
施工了，我再学个几天应该就会了啊，以后他没时间来装我就来给他装，给我开点工资就可以了，挣点生活费。